你什么时候有了一台新的咖啡机？这台咖啡机啊，这是卡伦特 M7Z 新升级款的一台全自动咖啡机，仅需2799，然后可以把牛奶倒在这个里面，然后进行制作，我们进行开机。它的咖啡豆豆仓在这里，我们把咖啡豆倒进来。建议选择中深度或者深度烘焙的咖啡豆啊，一号拼配、二号拼配都可以使用。好，把这个牛奶盖子打开，加入牛奶，给它盖起来。菜单里面有意式咖啡、美式咖啡、卡布奇诺、热奶沫，还有福瑞白拿铁、粉冲泡以及冲洗。可升降的一个冲泡头，旁边是一个咖啡残粉仓，当开启的时候旁边就会有提示。我们先来试一下咖啡机做的福瑞白是怎么样的。点击福瑞白，可以增加咖啡粉量，12克咖啡粉，浓缩的油脂也是非常棒的，奶泡还是非常绵密的。可升降拉杆把它拉起来，就可以享受一杯福瑞白咖啡了，有一点点渐变的一个分层效果。我看到菜单上面还有卡布奇诺，我们再来一杯卡布奇诺感受一下。同样是12克的咖啡粉，这个是先是奶泡啊朋友，它奶泡部分还是很不错的，60毫升的咖啡液，浓缩油脂也很棒。一杯卡布奇诺制作完成了。OK， 先会出来浓缩咖啡，油脂还是很棒的。看一下这层咖啡泡沫，现在是出来奶泡部分。给一杯拿铁咖啡就做好了。拿铁咖啡、福瑞白咖啡、卡布奇诺咖啡，只需要小小屏幕轻轻一点即可拥有。你学会了吗？